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收看智霖体育台为您转播今年第十一届胜球杯全国少棒邀请赛的现场啊，在信光的琼林球场来举行。今天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天了，这场比赛是季军战，我们卑南国小要出战新埔国小的比赛。那今天奖品，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陆可郭志伟来为各位观众朋友来解说。陆可你好。哎，主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这场比赛卑南国小对上新埔国小比赛，其实我想能够进四强的队伍都是非常的杰出，在整个基本动作啦，不管是在守备上或者在打击能力上都有很不错的表现了。嗯，没错哈，我相信各队都能够打到这一个最后的这个决赛这里哈，我相信每一场比赛都是非常的刺激跟精彩哈。那刚刚也听到那个主播在形容昨天的这个台东的内战啊，那场比赛相当的精彩可期啊。好，这边比赛已经开始来进行了，一局上半是由卑南国小先进攻，刚开路先锋的是卑南国小的第一棒邱彦祖。昨天其实非常可惜，对，卑南国小跟这个丰田国小的比赛啊，在抢冠军赛的门票、那卑南国小虽然说分散到最后，但是差一分饮恨啊，4-5败给了丰田国小。而且今年的这个冠军赛的组合，丰田国小跟龟山国小，也就是去年以及前年胜球杯的冠军啊。是。来看一下这个球，打穿了内野的防线。邱彦祖刚开路先锋哦，那就为球队建功，现在站上一垒垒包。一开赛哈，就马上把这个比赛的这个刺激哈，马上提升到满百的这个位置啊。那我相信，其实打到最后一天哈，这四队其实每一队都是有冠军的实力啊。嗯。哦，这个球用捞的，来看一下，哇，游击手第一时间没有接好啊。哇，这个球可惜哦，是有机会形成双杀。是。第一时间哈，游击手的处理哈没有处理干净哈，因为这场比赛值得观察的地方就是今天一大早哈，新庄这边有下了一些雨，那整个场地哈是跟昨天之前是稍微在泥泞一点哈、那也是考验我们这两队的教练以及选手的这个临场的反应了。一人出局，现在一垒有人状况，哦，一垒跑者起跑，但是在本垒板这边老是形成触身球。连闪都没有闪了、王顺恩现在站上一垒。克劳辛普今天的先发投手，背后四号的林焕恩，他整个身材跟体型感觉是蛮不错的。现在看到这一颗球左半边相当的深远，结果判定是这个全垒打。哇、今年杯赛这个球应该是今年胜球杯的第一颗全垒打、是由第四棒的周伟杰敲出来的。对，这个实力相当的好哈、打击手的这个挥棒的轨迹哈、也相当的漂亮哈、一棒逮中哈、就挤出这个左外野的深远的这个全垒打。哇，非常的不容易啊。嗯，我们第四棒的周伟杰在刚刚敲出一支两分炮。哦，更正，这个三分炮，所以现在是3-0卑南国小的领先了。要轮到第五棒赖伯伦的打击。对，感觉目前的这个新埔国小的这个先发投手哈、他的好球带控制的还不是说
这么的理想哈、哦嗯，好坏球相当的明显哈、哦。而且看他的球速哦，虽然说他的身材不错，但是他球速平均也大概80左右而已哦。嗯、好球进垒，基本上球速从这边场边的这个观察哈、哦，对于打者来说的威胁可能没有那么的大，那势必就必须靠他的好坏球的这个控球哦。哇，这个球在中间方向都落地形成安打了，跑者现在绕过一垒。往二垒推进，哦，要继续拼三垒，有机会哦。这边看裁判的判决，奥德、哦，哇！其实莱伯伦这个球在跑垒的速度上没有停顿啊，他就是一口气一直跑，但是要拼三垒是有一点勉强啊。再看一次，对这个球哈、哦，这个归功于这个二垒手哈、哦，他的一个转传哈、哦，投的相反应转身传球哈、哦，相当的快。那传到三垒的时候、哦，这个位置也恰到好处哈、哦，这个手套一拉刚好。刺杀了这个滑向三垒的这只脚，轮到第六棒，曾俊敏的打击。在刚刚那个 play 哈、哦，这个新埔国小也秀了一下手背的这个基本功哈、哦嗯，在这个外野的这个转传哈、哦，做得相当的好。两人出局，哦、看到林焕恩他的。投球的姿势好像有点两段式的感觉哦。内角偏高的坏球，就如同陆克所讲的，林宏汉今天好像才控球的这个精准度没有到这么好，坏球率是偏高的。这球打在中间方向落地形成安打。曾俊明中间方向外野的一垒安打，那这支安打也蛮可惜的，如果说刚这个赖伯伦没有去拼三垒的话，是有机会得分的。是、嗯、那从场边来观察这个投手、哦、他的这个投球的球速、哦、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快、哦、感觉上这个投球的动作、哦哎、似乎没有找到那种蓄力的这个协调性、哦嗯，比较单靠他的手的挥背姿势来做投球。这球打了强劲，左边方向的滚地球，看一下三垒手的处理是传给二垒，三垒出局，结束了这个半局。卑南国小的进攻，这半局靠着第四棒周伟杰的一支全垒打，卑南国小3-0暂时领先。来看一下卑南国小这边的先发守备阵容，投手赖伯伦，捕手曾俊敏，在内部分一垒手周伟杰，二垒邱彦祖，三垒王胜恩，游击手庄浩勋，外野部分左外野侯佑翔，中外野赵义成，以及右外野的林怡勋。看一下新埔这边的打击顺序，第一棒洪善文，第二棒李明轩，第三棒陈仁哲，第四棒陈冠宇，第五棒李亚乔，第六棒林焕恩，第七棒杨文伟，第八棒朱博元，以及第九棒的周武恩。在一局上半啊，卑南国小的进攻就有一个不错的表现了，一支全垒打，算是一个好的开始。这边一局下半来看一下新埔国小的进攻，卑南国小这边派出来先发投手是赖伯伦，也就是刚刚出现
跑垒过度积极的选手了。面对的是新埔国小的第一棒洪善文，我想跑垒积极是没有错的哈，嗯，只是说刚好遇上了对方的这个转传，这个手背哈做得很漂亮。哇，这个球在左半边哦，直接越过了三垒手的防区。两队的第一棒都表现得不错。对，这个球哈，就像我刚刚提醒到，今天这场比赛哈，两队的球员都要非常的注意哈，因为上午上下过一场大雨啊，嗯，那内野跟外野哈，场地都比较湿滑一点，球的滚动哈，速度会比较慢，所以在处理球上面哈，都要更积极一些哈，避免造成这个下一个垒包的这个损失啊。转身去做牵制，看到赖伯伦的牵制动作也是蛮迅速的。面对的是新埔国小的第二棒李明轩，那感觉新埔是有战术准备要来下达的哈，那就看这个卑南国小哈的守备阵容哈，内野手如何来应对。这个球打得不太理想，来看一下，哇哈哈漏掉了，那这边传二垒。哇，这个球就显得比较尴尬、啊。嗯，这个球比较尴尬，没错。其实这个球二垒手是有机会去做接杀的。对，差一点点。这个球高度也没有到这个高飞必死球，那也高飞必死球的等级啊、哦。回到现场来看一下，这个球在中间方向，中外有直接接上。陈仁哲。接杀出局，刚刚那个 play 没有到高飞必死球哈，会造成一垒的跑者在近垒的方面的判断哈，比较麻烦一点。嗯。两人出局了，新埔这边一样是跑者，一样是停留在一垒啊。回到第四棒陈冠宇的打击。上来第一个球就很积极的做挥棒哦，来看一下这个球，左边方向落地形成安打了，跑者现在绕过二垒，止步在三垒哦。对，当他快要踩到三垒的时候哈，球已经从这个左外野回传到游击手的手上了哈，这个没有贸然的这个跑垒，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二三垒现在有人，要轮到第五棒李亚乔的打击。我们看到今天两队的先发投手啊，新埔国小林焕恩在平均球速啊，大概都是在80公里左右，但是赖伯伦他的平均球速有到90哦。这里来看一下投捕之间哦，第一时间没有把球处理好，那导致把三垒的跑者引诱出来，在本垒前呢、啊、是遭到了触杀。这半局没有得分，目前卑南国小还是3-0的领先。
好，在刚刚一局上半了，非常国小先持得点的，靠着是周伟杰的一支全垒打，现在是3-0的领先。轮到第八棒洪佑翔的打击，这个球打高了，来看一下捕手跟三垒手都过去，但是这个球最终没有办法接起来。两队从开赛到现在 的这个攻击哈都相当的积极哈，没有多浪费这个投手的球速哦，只要进来看起来甜的好挥击的都做积极的出棒。两个好球之后，这里挥棒落空，侯佑翔遭到了三振。这也是林焕恩今天所投出来的第一 K。虽然说球速不快啊，但是还是有办法三振打者。接下来打击要面对卑南的第九棒林以勋，这球太偏外角了，连续三个坏球，这时候打者可能会等一下。哦，结果出棒，来看一下这个球有机会形成安打，落地了。在球速落后的情况，真的是对投手比较不利啊。对，刚刚这一球哈，我们看到中外野手在做外野的补位的动作哈，相当的迅速啊。左外野手掉了之后，几个弹跳之内，他马上处理到哈，球往内野传，让这个打者哈不能上到二垒。一人出局之后，现在林以勋在一垒。打击轮回第一棒的邱彦祖，邱彦祖在上一次打击是敲出一支一垒安打。做个手打动作来看一下，哇，这个球又穿出来，三垒手没有办法把这个球拦下来。这球打击出去哈，没有说非常的扎实哈，不过这个球就像这个找到了这个内野的防线的漏洞哦，穿了出去啊。邱彦祖连续两颗哦，都是左边方向的，喂，传出安打。哦，这个球二垒手接到之后传一垒 ，double play。哇，这个精彩的手背，这个球是一个很 lucky 又精彩的手背哈、哦。通常越过投手，一般来说都是以安打的机会比较高哈、哦。没想到二垒手、哦、很快的就到二垒垒包上面接到这个球，完成了一个双杀。啊，这个球感觉二垒手的手背位置也是比较靠近二垒了。对。好，这半局没有得分，卑南国小依旧是3-0的领先。
号下，十三号上。比赛进行到二区下，新埔国小进攻，这边来看一下这个卑南国小的投手哦，做出一个更换，把先发投手赖伯伦给换下场，换上刚刚敲出全垒打的周伟杰。刚刚敲全垒打，现在站在投手球登板投球。我想这场比赛周伟杰应该是非常核心的人物哦。对，想来表现一下这场比赛哈、哦，是今卑南国小的今天最后一场比赛哈、哦，秀一下强投好打吧。面对打击是第五棒的李亚乔。所以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其实，在我们这个三级棒球里面哈，如果说是一个好的投手，他通常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打者哦。哦，这个偏内角啊，球速大概在90公里左右。对，这种选手通常都是基层教练最喜欢找到的选手哦。既能投又能打，但在透过整个比赛的经验累积以及不断的学习之后呢，到国中甚至到高中哦，才会慢慢的去区分开来。结果四坏就保送，李亚乔现在站上一垒了。换上来的第二任投手哦，周伟恩面对第一个人次就投出了一个保送。接下来打击要面对新埔的先发投手林焕恩。他的身材没有反映在球速上，看可不可以反映在挥棒的速度。一样是偏高的坏球。对，先发投手必须把球控到好球带里面，才有办法跟这个打者来做一个对决。这球打成本垒后方的界外，这球来看一下，找上二垒手的短局，先传二垒，再往一垒传 double play。Nice play 哈，这是一个四传六传三的这个双杀。这种少棒的比赛哈，硬式组又比软式组还要再容易出现这种双杀的手背哈，因为这个打出去的球哈，它的滚动会比较快速一点。标一下球速，来到96公里，但这个球没有控好。对，还是必须把球控进好球带啊。打起轮到第七棒的杨文伟。想要飙球速哦，但是真的看到周伟杰他的控球啊是比较不稳定的。对，从旁边这边侧边的观察哈、哦，身材的这一个条件其实是相当好啊、哦。那如果说再能够多练习哈、哦，将他的这个投球的整个协调动作哈、哦，以及挥背动作能够加以整合啊，那这样子的话对他的这个球速以及控球哈、哦。都会有未来都会有机会的，还有很大的这个进步的空间。连续两个好球，球速形成两好两坏。掉一个高的，两好三坏的满球数。
结果偏离的坏球，最终还是保送了杨文伟。瓦特班局投出两次保送了。投手吼还是要帮他自己哈，那显然这个棒次这个是弱棒嘛哈，就是后段棒次哈没有这么的那个，那投手自己又投到保送哦，那制造了一个上垒的危机给自己啊。杨文伟现在在一垒的状况啊，要来面对的打者是第八棒的朱柏源。哇，这个球啊，直接打到了左边的，我们看一下啊，应该是有打到护具。嗯，幸好是有护具的保护了。对，这个球哈，一开始是打中了这个左手肘上面的护具哈，还好有护具哈，削减的这个力道哈，看来好像是手指头，包含手指头都有遭到一些球的击中哦。啊，裁判很快的哈，去了解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状况，没有问题。刚刚这个球93公里哦，对，打到是很痛的。那话再说回来哈，这一局目前是两，虽然是两出局哈，那投手的部分哈，他还是必须要把他的控球给找回来。嗯，面对是第九棒的周品成，我这一局出现了三次保送。其中有一次还是触身球啊，刚刚这一次。对。而且现在面对周品成，一样是坏球走在前面。对。这球压得够低。刚发现他先发投手第一个球哈，比较敢投哈。感觉都是有在比较用力的，那第一个球如果是坏球之后他的力道就开始在往后缩了，就为了把球控进去哦。嗯，好，球进垒。周品成棒子握得相当的短。这球打高，打到球的下缘了，本垒后方的界外。二局下半，幸福国小的进攻，两人出局，现在攻占一二垒。结果这个球打在中间方向哦，游击手在后面把这球给拦下来，踩二垒，三人出局。目前的比数，卑南国小还是3-0的领先。新埔哈，13号下，3号上，守备位置啊，1781。
新埔国小这边教练是做出一个手背的调度，把第一任的林焕恩投手给换下场，换上朱博元上场投球。好，更正是陈冠勋，背号三号的陈冠勋。面对打者是卑南国小的第二棒黄胜恩。哦，比较偏低的位置。这位投手哈是新上来的投手，他有一点点是低肩侧投的味道。严格来说又不到低肩，哦，他是有点偏侧投。一上场面对卑南的中心打线呢，就投出三个坏球。这球，等了一下，是滚到了界外。这种投手哈，这种姿势投手哈，他更注重他的协调性哦。结果这个球判定是坏球。两队换上第二任投手，面对对方的第一个打者都是先投出一个保送。对，这是当投手 的比较不好的地方哦。第一个上来的打者哈，就送他先上垒。轮到卑南的第四棒，就是刚刚敲出全垒打的周伟杰。来看一下，面对不同的投手，他会不会一样是杰出的表现？哎，抓到了，哦，有机会，哈哈。这里王生离得比较远一点，而且没有去注意到投手的牵制啊。对，再看一次。哇，重心刚好，重心刚好往二垒方向偏的哈，所以在拉回来要做扑垒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那这通常可能，也有可能是投手去抓到对方，可能有一个暗号的准备哈。那跑者哈，他的注意力就想说，我的暗号好像下来，我准备要往下一个垒包跑啊。那算是离垒过早，启动的过早哈，导致这个回垒不及。相当可惜。哇，这个球等了一下，没有出棒，两好两坏。哦，这个球很接近哦，球速也是不快哈，哦。这种侧投的投手哈，哦，他吃手背的力量哈，哦，他吃得更重哦。那如果要能够投得比较快哦，他还必须要配合这个下半身哈，哦，以及脚跟腰的这个整合哦。结果还是保送了周伟杰，连续两名打者都是选到保送。像这样的投手哈，他投出来的球，他的出手点哈，到这个本垒的位置是属于比较平的。一垒跑者起跑，来看一下捕手传的比较高啊。这个球传的高了。这个球捕手应该是感觉没什么机会了，他传的也是比较保守一点。哦，有机会，哇，再一次啊，牵制出局，周伟杰，哇，而且是二垒的回马枪。对，我们看到换上来第二任投手
陈冠勋虽然说他的控球啊，在最后一刻往往会投出坏球啊，但是他的牵制动作真的很有水准呢。对，看一下这个球，游击手接到之后往一垒传，来不及。嗯，如果这个球没有再掉一下的话哦，游击手是有机会来抓到哦，只是在处理上哦没有干净哦，掉了一下再捡起来。那跑者打者哦很积极的跑垒哈、哦。再看一次刚刚这个。真正袂歹，对，这个转身的动作相当快哦，而且转身传球的这个位置哦，也是传得恰到好处哦。这个连续两个出局哈、哦，都是因为牵制一垒跟牵制二垒啊、哦，来出局的哈、哦。那对于这个卑南的这个教练团来说哈、哦，就要再提醒一下小朋友，在垒上的动作哈、哦，要更注意这个投手的这个回身牵制了。那投手有这样的牵制实力哦，也相对代表着，其实跑者就不敢太过积极。对，在李磊哈，李磊做判断的时候哈，在跑垒的判断的时候，就要再更保守一点了，以免又被牵制出局。好，这里跑者一样是起跑，但是今天感觉捕手的这个阻杀能力好像没有表现出来。今天的捕手李亚乔，感觉他就是这两次传球都是比较保守一点。这个球就没有投好了哈、哦，转身投的位置就不是这个触杀的这个位置了。打席轮到是第六棒的曾俊明，在上一次打席是有一支安打的表现，现在得点圈有人，来看他的发挥。连续三个坏球，一样是坏球率偏高了。结果是遭到保送了，曾俊明。你保送了，还想打哦？留着再打进去看，是不是裁判能够记错，让我再打一次啊？我想垒上的跑者哈、哦，还是要相当注意哦。这个投手哦，他的牵制是非常厉害的，刚才已经连续抓了两个出局数了。这位投手他的抓出局数的方式比较特别，对，他的战术就是先保送，那我再牵制，因为他最强的是牵制，最强的是牵制、啊，不以三振来解决他者做专长的啊，而是以牵制啊。对，其实不管怎么样啊，能抓到出局数都是好事啊。嗯，但是还是尽量不要出现有跑者的这样的危机啊，尤其是。自己的坏球率要想办法降低下来。在这个半局已经投出三次的四坏球保送了。接下来打击面对第七棒周奕成，棒次也是来到后段棒次哈、哦。那对新捕来讲说，要减轻这个投手的这个负担哦，就是赶快投好球哈、哦，让打者可以做攻击。转身再来一次，哦，真的。前置动作非常的干净，对，其实投得非常好哈、哦，转身的动作非常扎实啊。那但是现在就是对卑南的小将来说，这个李磊已经有注意到了哈、哦，不敢说离得太远了。哇，还是坏球，其实这个球蛮接近的、嗯，蛮接近的。但是主审不选的话，那投捕这边就要想办法了。好，这个球来看一下、嗯、投手要自己来处理，内的冲天炮遭到了接杀，这半局卑南国小没有任何得分哦，3-0暂时还是三分的领先。
下，七号上，一号，左边位置哈，不等人啊。一三四五二七一，一三四五二七一，两。回到比赛的现场，来到三局下半，来看到新埔国小的进攻。在上个半局，这个新埔国小的投手陈冠勋上演了牵制秀啊，对，靠着牵制抓到两个出局数。而这个半局，卑南国小也在更换投手了，换上的是背号一号的陈玉安。新埔国小的投手表演的这个牵制秀啊。那卑南国小的教练团也在秀一个牛棚的实力啊，每一局都换一位投手上来。要面对打者是新埔的开路先锋洪善文，上一次打击是三垒方向的穿越安打。外角的坏球，但球速也有上堪95公里的水准。这个卑南国小的教练趁着这个杯赛啊来练兵了、这个球来看一下，有地手接到之后快传一垒，抓到洪善文。对，因为现在也刚好是在暑假期间哈，那各校所派出来的选手大概都是五升六的这个年纪啊，也就是未来这一个学年这个球队的刚上来的这个主战力啊，那也利用这个暑假的这个杯赛哈，来调整一下，观察一下哈，所有的小将的这个状况啊。其实来参加胜球杯的各球队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要靠着这一次的杯赛啊来看一下。目前的战力怎么样？对，明年的战力会如何？对对，找出最佳的队形哈、除了平常在学校练球以外，利用这种杯赛的时间哈、机会哈、来测试每一个小将的这个在比赛的状况的反应啊，跟表现啊。那目的都是希望在开学之后哈、接下来就会遇到一些选拔赛，选拔赛，那目的都是希望调整出。最好的这个球队的阵容啊。刚这个球来到了97公里。感觉投手每一颗球都是尽全力在投出哦。那这边可能教练有一些指示哦。反正我们牛棚很深，对，你们每一局都是用力投就对了。左边方向这个界外球有没有机会呢？没有接到。打击区现在轮到的是第二棒的李明轩，上次打击是在二垒方向遭到二垒手的刺杀。那这位投手哈、左投的这个协调性从旁边的观察哈、感觉还不错，在投手上面哈、也是蛮有力量的。我们看到这个球穿出了二垒手的管区啊，形成了右边方向的安打。对，这个球打得非常扎实哦，掌握到非常好哦，击球点。所以感觉如果右外野手再趋前一点，传一垒好像还蛮有机会的。对。所以左投手哦，从他的这个准备动作到出手哦，这个投球的协调性以及爆发力感觉都还不错。
如果说五升六就有这样子的水准的话哈，那我相信在六年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哈，很快就会变成这个队上啊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投手之一啊。轮到第三棒，陈仁哲的打击，现在一垒有李明轩。其实去年的联赛，我们看到例行国小阵中就有三位投手的球速可以超过110，逼近120公里的球速。来看一下这个球，由于手接到身传二垒，再往一垒送，两人出局了。哦，这个是 double play， 所以三人出局，北南国小还是3-0，暂时有3分领先。再进入到第四局，北南国小的进攻，打席轮到第三任的投手陈玉安。从这两个球来看哈，这个投手哈目前的这个球速哦，跟他对照他上一局上来投的这个球速，其实落差蛮大的。快慢落差蛮大的哈。那从侧边观察，这位投手目前的投球哈，比较依赖这个手背的这个手部的挥背啊，其他身体这个包含协调性还有很多的力量是没有用上的，是比较可惜啊。好球进垒，良好伤害的满球数。哇！结果助身球啊，保送了陈玉安。今天投出几个保送了啊？第四个。那这个真的是要稍微注意喽。对，控球能力。暑假的时间可以好好来做训练跟调整。跑者起跑。今天捕手的这个传二垒的这个准度啊，还有速度没有提升起来，对，不知道是手臂有什么疲劳还是受伤。前面看他的发挥不是这样子，远程界外。其实捕手如果说没有办法发挥看管跑者的能力啊，那投手的压力反而就会更大了。对，对，整个手背的压力会比较大哈，感觉上一垒就会让跑者这样予取予求的这个上垒哈，不断的抢攻垒包。
这对守备方来说，他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哇，这个其实要小心啊！从画面的观察哈，就可以观察这个投手哈，他其实下半身跟这个整个身投球这个协调的运用没有那么好哈，完全都是靠一只手的这个挥背啊来做投球，这样对手背的负担来说哈，会比较重一点。偏内角，但投手在整个注意力啊都是。我想都是稍微有点分心啊，在后面的二垒有跑者。其实我们看到卑南国小，虽然说在上个半局有遭到牵制出局的这样的状况，但是跑垒还是蛮积极。嗯。打击要面对是第九棒的林以勋。对，从这一局这样观察哈。投手要再抓到这个牵制出局，可能就会比较难度比较高一点了、啊。垒上的跑者都有所防范的。哦，这里挥棒落空，林以勋遭到了三振。轮到第一棒的杜一哲。第一个球点在界内哦，嗯，这球刚好在本垒板的前方，前面哦，嗯，定杆哦，捕手脱下面罩，赶快捡起球传一垒啊。我比较可惜哦，这个球其实定杆就定杆在本垒的这个前面啊、哦，捕手其实是有机会传三垒啊、哦，没有大胆的尝试啊。而是选择一垒。轮到第二棒，庄浩轩的打击，今天的打击还没有发挥。现在三垒有人了，哇，这球漏掉了。其实前面几球就有看到，捕手已经很勉强了，在去接投手的失投球。国小再添一分，4-0。连续两球的位置都是一样哦，投手还是必须赶快把球控进好球带哦，不然这个捕手接起球来会比较辛苦。哇，嗯，主审还是相当严格哦，没有削到好球带就是坏球。对。这个投手哈、哦、的感觉上，他的体力哈、哦、下降得非常快，这个球速差掉得蛮快的啊。这时候教练是不是该有所动作了？对，我觉得这跟整个投球的这个协调挥背动作有很大的关系啊。现在投手上场投两个半局就已经投出五个保送，其中还有两个触身球。面对的是第三棒的王胜恩，王胜恩今天都是保送上垒。起跑，打击出去，来看一下，哇，二垒手这球没有拦下来。王胜恩中间方向的穿越安打，嗯，这个球就是幸运方哈、哦，就是站在这个卑南国小这一边的、哦，因为这个提前起跑的关系哦，二垒手
移防到二垒垒包，那球往这个二垒手原来的位置攻击过去哈，导致这个二垒手来不及回垒回去做补接的动作。这里盗垒，但是目的是要掉三垒、哇，这个球传三垒传偏了，那这样子又回来一分了。对，意识到了哈、想要秀，想要那个演练一个这个防止双盗垒的这个战术啊、那二垒手屈前在赶在前面中间做一个接传哈、想说要来抓三垒的这个跑者，啊，可惜。前半部的动作都做对了哈、就是后面的这个转身传三垒这个东西发生了一个爆头，导致这一分哈、又再让这个卑南呢再下一层了。所以是卑南国小在今天第四局上半的时候拿下了第二分，而且今天来看一下四局上半其实只出现过一次安打。是。左边方向的界外挥得相当用力啊，想要再复制第一次上来打击的时候的这一个全垒打。坏球选掉，其实看数据，这两个半局，卑南国小只出现一次安打，同时也是代表的整个投手的整个控球能力，还有守备方的表现都是有一些失误了。这个球在右外野，右外野手也没有能够接杀。哦，要拼本垒这边传球出现失误 ，safe， 哇！今天真的新埔国小的守备啊，出现蛮多瑕疵的。对，这一分哈、完全是在挑战这个守备哈、守备的部分哈、那刚刚前面提到，当投手不断的出现四坏球保送的时候，对守备来说是一个很有压力的这个状况哈、因为守备的选手的这个集中力哈、会开始慢慢的往下降。那这个球相当可惜哈、球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其实非常长。那右外野手在移动的过程当中碰到了球，并没有完成接捕到。那原来他是可以停在三垒，不用得那个失去这一分的哈，但是因为这个转传哈又没有做好哈，那有些空档哈吊球，让这个三垒的这个打者哈一路就这样子回到本垒得分。这个球强劲的滚地球，投手没有办法接到，那就形成安打了。曾俊明。停在站上一垒垒包，在面对后段棒次没有办法解决掉出局数、那现在面对卑南的中心打线又被敲出安打，这时候教练是不是要上来啊喊个暂停呢？而且看到新埔这边投手陈冠勋他整个投球的节奏，有一个投手犯规哈，哇，一个失误导致是补牌效应啊，对，在手背上出现比较多瑕疵，现在投手自己的投球动作也有一些问题了。曾俊明来到的点圈，看一下第七棒赵一成的打击。现在打击是背号二号的曾俊敏，分数目前来到了这个8-0的八分的这个落差了哈。那对于卑南国小来说，看得出这一个每一个上场的打击者哈，都非常用力的在做挥击了。领先的分数有了，各个都想要有一些好的更好的表现哈，看能不能将球哈击出全垒打，每一个挥棒都相当的用力啊。哇，这个球，差一点点。对，这个球拉了太早了哈。
是坏球保送，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打者。这个新埔的教练团还是都没有喊暂停哈。面对卑南的第七棒周一成，那这个时候对于这个投手来说哈，新埔的投手来说，他可能压力会比较大，可能感觉比较疲累。那哇，就这个球在中线方向落地了。哎哎哎，这边二垒的跑者失误，赶快回传二垒，哇，可惜。这跑二垒的跑者哈，没有注意看前面一个垒包的同学是不是有离垒哈，自顾自的就是一直往下一个垒包冲哦。等到头抬起来，哎，你怎么在这里啊？赶紧做回垒的动作，避免两个人都同时停在这个挤在三垒啊。不过我们今天看到新埔国小的捕手李亚乔。他今天感觉真的是手臂是不是有问题、啊？刚刚这个球距离又短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传到位。对，这个捕手的注意力感觉今天没有这么的集中哈、哦。从动作上的观察，可能是连日比赛来，也有可能是体力太，身体有一些劳累、疲劳哈、哦、状况。到陈院的打击，那目前看来显然。新埔国小的教练哈，就是将比赛交给这位投手了哈，后面也没有要换头跟喊暂停的意思。那对这个小将来说，会比较辛苦。哇，这个球，其实在一垒手的面前呢、啊，那没有接到之后，两分又回来了，对，10-0喽。啊，10-0也是到达。这个四局提前结束比赛的门槛，也就是说在下个半局哦，新埔一定要得分了。对，刚刚那个球哈、哦、砍的其实相当的强劲啊、哦，一垒手一个弹跳没办法接捕哈、哦，然后让这个球跑到外野去，又掉了两分。那这时候总算教练在10-0的时候出来喊暂停，做一个手背的一个调动啊、哦。看到新埔国小的教练真的是蛮有耐心的哦，对，给选手蛮多空间的。11-3，我想这也是一种学习哈、哦。当这场比赛比分过大，那你可能又是投的这样子跌跌撞撞的时候哈、哦，可能心里会指着想要赶快下来。那教练是充分的相信你哈、哦，也给你一个练习的空间，后面没有人就让你来做表现。哦、那如果选手能够用这种正向的这种想法来做面对的话，一球一球慢慢投，我相信在往后的比赛、哦、也都会有一些十足的这个成长跟进步。现在卑南国小已经领先10分了，相对来说新埔国小一分都还没有拿到，在这个时候要做出选手的更换，把陈冠勋给换下场，换上第三任投手周武恩。上场之后要面对卑南国小的第九棒林以勋，而且现在一三垒有人的状况，马上就被盗垒了。这个球跑者哈、哦，完全是到这个守备方的垒啊，趁这个刚换头哈、哦，可能还没把注意力提高起来的时候，就先上了一个垒，他盗垒了。其实。透过前几天的比赛可以观察到啊，通常球队在攻占一三垒的时候都会采取这种盗垒战术、啊、那守备方其实对于二垒的跑者不会做太多的控管，很多时候都直接不传、啊、对，那这样子的守备陆哥哥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其实也不见得是不传啊，那通常是对上没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这种捕手哈、哦，
那你传了可能这种抓到的机会是相对较低的，那与其这样的话干脆就不如先不传哦，以免这个再有这种失分的状况。哦，结果挥棒落空，这里补传一垒三振出局，换上了第三任投手周武恩，表现得相当不错。三人出局，卑南国小在这个半局有靠着新埔的一些守备失误以及安打拿下了七分啊，目前是10-0暂时领先。来到四局下半，新埔国小进攻，刚刚在比分这边做出一些更动了，是拿6分，所以现在比数9-0。也就是说，就算新埔国小这个半局没有得分也可以让比赛继续进行。但是这个半局不得分，下个半局也一定要得分。总之这场比赛还是要尽快得分啊。新埔国小轮到的打击。棒的陈冠宇，上一次是敲出一支深远的厄里安打，哦，打得非常的扎实。来看一下这个球，哇，直接滚到了全垒打墙外啊！对，那是场地的厄里安打。终于轮到这个新埔哈的小将来秀一下打击火力哈，一棒挥出这个左中外野的深远的厄里安打。站上了二垒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局哈，有没有机会来夺让新埔国小来得分？陈冠宇这次二垒安打也代表着连续两次上场打击都是长打发挥啊。轮到李亚乔，这球打得不太理想啊。想要触杀，但是有碰到吗？应该是没有。哇，这一球的手背就有点尴尬。对这个球，其实游击手接到球，他没有选择传一垒哈，他是想要来抓这个二垒，想要往三垒跑的这个跑者啊。那三垒手没有回垒，那一垒投手呢也没有到三垒来做补位哈，导致这个球哈传不出去啊。当他没追到跑者的时候哈，他也传不出去啊，就只能眼见的这个二垒的跑者哈，顺利的这个跑上三垒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三垒手的判断如果他追出来两步球是没办法接，他其实是应该要赶快来回到三垒的垒包不然这个时候三垒的垒包是空着的。等到第6棒，林焕安的打击，现在一三垒有人，
没有人出局，这是一个新浦得分的大好机会。这个高球拉得太早了，看一下中间方向的安打，三垒跑者轻松回家。对这个半局哈，这个新浦的打击手哈，感觉像醒过来一样啊，接连几支这个比较扎实的这个挥击啊，击中球心啊，得到都不错的效果。那这个球呢，有机会处理的，我想就只有投手而已哈，投出去球就直接过来，如果他没有接到，我想就是一路滚到中外的安打。球速不错，而且控球能力也相当有水准。投球的是曾俊明，但是新浦国小在这个半局打线开始发挥了，现在是拿下了第一分。对，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下，现在还攻占一二垒，等到杨文伟的打击。杨文伟在上次打击是选到了四坏球保送。投手拿到好球数哦，这个半局到现在还没有出局数哈、哦、啊，遇上这个投这个打者哈、哦，拿到了两个好球的好球数，就看投手的下一球要怎么来投球啊。这球直接找到三垒手的接杀。出局之后，来看到新浦国小陈冠勋的打击。一人出局哈，一垒有人哈，就看内野有没有机会来做一个双杀。这个球是界外，终审判定是界外哦。哇，这个球在界内危险哦。对，不过三垒手的表现相当好哈、哦，这个手背的反应相当的快啊、哦。再看一次，没有问题。对，那他也没有等这个裁判的判决哈、哦，这是正确的哈、哦，观念相当正确哈、哦。那他手背方该做的动作先做，至于界内界外就交给裁判去伤脑筋了。界外球是救了新浦。哇，现在一二垒有人，一人出局，这个时候还是尽量不要打滚地球。陈冠勋的打击现在两好一坏。连续几球都是左边方向的滚地球，对，都是出到界外。拿着挥棒哈、哦，拉得比较早哈、哦。如果能够将球再带进来一点哈、哦，可能或许就会收到一个好的一个击球效果了。这个球来看一下，
一垒手接杀出局，打得不太理想。对，切到球的下缘哦，那球就直接往这个内野的高空来飞啊。那这个球其实一垒手接得相当好哈、哦，因为现在越来越接近这个中午的时间了哦，那太阳刚好在内野手抬头的正上方啊、哦，这对接球来说都会形成一些干扰的因素啊、哦。轮到新浦的第九棒周秉成的打击，上一次是游击放上了滚地球遭到刺杀。挥棒的速度完全是跟不上。球来看一下游击手的处理，滑了一下再传一垒，还是抓到出局数。这半局新浦国小只拿下一分呢，目前还是八分的落后。比赛进入到第五局，卑南国小的进攻，现在卑南国小有八分的领先。胜球杯的制度哦，四局十分，五局七分，有这样的分差就会提前结束比赛。现在分差是八分了、哦，也就是说，在五局下半新浦国小的进攻结束之后，如果差距还是维持目前的状态啊、哦，那比赛就要提前结束了。对于新浦国小这个少棒队来说，这个暑假我想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把队上的这个投手训练的这个战力能够拉上来。从这几位投手来看，这个五神六的这一批这些选手投手上面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还有很多可以训练的地方。接球掉进好球袋，两好三坏，打劫是杜义哲。哇，这个球咬得扎实哦，在右边方向落地形成安打了。这个球挥击的掌握相当好，完全的这个击中咬中球心啊，
让这个球哈就直接就一路的飞往这个右外野的平飞安打了。哇，打得相当漂亮啊！各队要找到好的投手都不容易哈，在我们职棒的这个职棒圈也是一样哈。打击好手比较多于这个投手。这球点下去，哇，接到要传来不及，而且这边二垒的跑者继续往三垒推进来看一下，完全就是抓新埔国小在内野的防线的漏洞。对。那这个 play 可以看出来哈，首先就是这个打者哈，这个触及短打点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哈，投手下丘，大概全三垒手、捕手跟投手大概只有他能够处理球哈，接到转身其实他的动作做得非常的好哈，不过因为角度的关系，再加上全速冲刺哈，导致他自己能够安全的利用这个安打上到垒包。那这个。上到二垒哈，因为牺牲数，因为短打上二垒的这个跑者哈，这个也趁着手背的空档哈，传球的空档，一溜烟的上了三垒哈，这也完全的这个揭露了这个新埔国小手背啊的这个积极以及传球能力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啊。哦，这个球点到界内，这就是经验啊。这个球其实有机会是让这个球就是滚出界外再捞起来哈，它就会变成是一个界外球。那这个投手下丘，他大概也迟疑了一下哈，想说好像有机会，但是手就不听使唤的把球给捞了起来啊。其实这个球点的不是这么理想啊，点高了。那连续两颗短打球啊，都让卑南国小的球员站上垒包，行程蛮累了。从这几支短打可以看到哈，从这几支短打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新埔国小这个手背的成熟度哈，这个捕手啦，或者是内野手，还有投手的这个成熟度哈，可能因为这个小将刚六年级毕业，五年级刚上来哈，比赛的经验还不是那么多，哦，那这都是未来学校球队啊教练带回学校之后一些训练的一个目标哈。这个球来看一下，在中间方向，哦，这个中外野手没有接到。传二垒这边是 safe， 那这次安打也为球队贡献了两分呢。这个中外野手哈，我们单看这个手背的动作哈，那跑动追球哈，他的手套是先摆出来哈，这样子的跑动接球其实是会影响他在做接球的这个动作。啊，应该是先做全力的移位，然后到了定点之后再将手套来伸出来做接球的动作。右点，强迫取分，而且考验投手的传球能力哦，还是没有办法。这投手非常辛苦哦，他下丘处理球其实都不是他的问题哦，我只能说这个。卑南国小的这个打击者哈，点的都非常的漂亮，位置都非常好，肯定在学校针对短打的训练哈，是有下过这个苦功在做练习的。轮到曾俊明的打击，今天的上垒率100%，一支安打，两次保送的。来看到这个球还是点，三垒手接到之后再传，一样来不及，而且这个短打是一口气跑回两分。对，一样哦，点的位置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哦，就是在三垒的线边哦。不管是三垒手屈前来捡这个球，或者是投手下丘哦，都来不及传上一垒啊，来刺杀这个。打者啊，这同时也是代表着卑南国小的打者，基本功都非常的好，这短打的掌握度都相当的精准。从这几棒的这个短打的表现来看，真的都点得非常好。再点，这个球投手的机会就比较多了。
出现了这个半局第一个出局数。对，直草的投手去哈、哦，那夏秋在处理球就比较轻松一点。哇，这里捕手没有拦下来啊！现在跑者再回来得分。对，球再一点。投手接还是来不及，哇，各个脚程也都相当快哦。本来这一局哦，贝南国小是想说多添几分保险分啊，没想到现在一口气已经拿下六分了。是，跑者起跑，好嘞，这里是盗垒成功。对，打击轮到的是古嘉豪，今天是他第一次的打击哦，一上场就来执行教练的战术。这球点在一垒方向，哎，没有碰到哦。再看一次，啊，其实这个球对二垒手离的距离有点远啊，所以假设他没有做到这个触杀的话，这个要转身要传哈，可能也会发现一垒是空的哈，没有人可以做传球的这个动作，接球的动作。其实有时候，对方下达这种短打的这种战术的时候，是守备方是最容易观察出这个守备的这个缺点的哈，守卫补位的这个基本功哦，就比较明显的可以观察出来啊。这里面包含了这个下丘接球、传球以及补位啊。这球再点，变成界外。这种手背的这种整合的这种战术演练哈，在学校也是要花一些时间来做练习啊，才有办法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展现。跑者有执行盗垒的战术，而三垒有人。哇，这个半局感觉是卑南在练兵啊，对，不断的在做这样战术的演练。那我想其实你说与其说是卑南在练兵哈，我觉得对于新浦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哈。教练团可以从中观察到说这个目前球队哈哪一个环节是比较缺乏在训练的哈，这未来再回到学校去之后哈，利用这个练球时间可以来做补强。这球打击出去，来看一下最终左外野手没有办法接住，形成安打，二垒跑者也回来得分了。这个球有机会的是左外野手哦，啊，他的移动哦，可能也受到这个外野草地比较湿滑的关系哈，跑动的速度没有这么快啊，那没有办法确实来接捕这个球，让这个球掉下来形成一支二垒安打。17-1了。现在这半局已经拿下第八分了。到庄浩轩的打击，这一局打完一轮了。
有六支原本是短打，但是形成安打。来说哈，是这个时候其实不用太在意这个比分了、啊、那他必须专注的哦，赶快的把面对这个场上的打者、啊、一个球一个球好好的投。再一点，接球来看一下投手，给你比较大的空间来处理，抓到第二个出局数。两人出局之后，现在换到第三棒王胜恩的打击。没有点到这一颗。量好球了，棒子收起来打，这球形成安打。嗯，这个球也是打得相当扎实哦。在今天的比赛整体来讲的话，这个卑南国小的打击者哦，在掌握新埔国小的投手的这个来球哦，都掌握得相当扎实哦，都能够完整的命中这个球心哦，使得打击的这个效率哦非常的高哦。其实卑南国小整个打线哦，如果让他发挥起来是相当恐怖哦，在。记得这一商场这个预赛啊，对上光华国小，卑南国小单场比赛拿下全场最高的24分。嗯，反过来说，对于新埔国小哈、哦，除了刚刚提到守备的这个状况哈、哦，需要再加强以外，投手的部分，投手的深度哈、哦，那也是回到学校去之后啊，必须赶快再做加强的、哦。我们来看到周伟杰今天的资料。一垒安打、三垒安打、全垒打以及四坏球保送，现在差一个二垒安打。对，但是教练是要给予他战术。不晓得圣球杯哈、哦，很有名的这个圣球杯有没有这种？应该是有完全打击的这个选手的记录啊。哦，应该是有奖项啊，但是记录的话，这边是。没有看到，来看到这个球有可能形成二垒安打，他要拼吗？没办法了，前面有一位跑者挡在他前面了。如果没有跑者的话，没有队友的话，搞不好会有机会一股脑就往二垒拼拼看了。这个球打击出去一样是在中间方向，中外野手锁定，哇，这个球移动中哦，要来接，但是不是这么的干净。嗯，这球让它掉出来之后，卑南国小再添两分了。是，这个半局哦，中外野手面临了两次的这个外野的高飞球的考验哦，那都没有能够确实的接捕到哦，造成这个失分的这个伤害啊。一样哈、哦，我就觉得这个跑动的接球哈、哦，应该是先全速移动到这个落点的球的落点处哈、哦，再将手套伸出来哈、哦。那你一边要跑，一边要手套要伸出来，又要盯着球哈、哦，确实会影响到你这个跑动的速度的。那你在追求上面哈、哦，就会比较稍显得比较速度慢一点了、哦。一场球赛其实你可以观察到
非常多的这个细节哈，选手的这个缺点啊，还有队上的这个攻击啦，或者是手背上的一些缺点哈，都是教练团一定要再做好记录，回家回到学校去之后请假练习的一些项目啊。其实这样比赛的比分哦，差距到现在是比较大。那对新埔国小的球员来讲哦，可能在自己心态上哦，是一个蛮大的打击。这个球接杀出局，结束了漫长的半局哦，卑南国小在这个半局拿下了11分。那依照这个比赛的规则哦，20-1，有19分的差距。那就要在5局下半至少拿到13分，才可以让比赛继续进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来看到新埔国小的进攻。5局下半，这半局新埔国小至少拿下13分。按照惯例，卑南国小一样又换了一个投手啊。对，换上的是庄浩勋，原本是担任卑南国小游击手的位置。这球打高，另外一手秦信坚呢将这个球给接上。新埔国小第二棒李明轩的打击，这球也是打高了，来看一下中外野手，一样是接杀出局。我们看到庄浩勋他的球速99公里哦，有接近100公里的水准。今天卑南国小的投手群球速都非常的快耶。对，这个投手目前的从旁边这样观察哈，身材条件其实也相当好。抬脚跨步这个动作哈，也是蛮流畅，一气呵成的。那在整个协调跟爆发上面哈，看起来是都有做到。到周文的打击，
现在只要再抓到一个出局数，卑南国小就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们想说一个好的投手哈，从准备动作、抬脚哈、跨步哈，是这个从这个蓄力到最后这个出手的这个爆发力的这个使用哈，每一个环节都相当重要，都必须能够连接上哦，才能够做一个有效的一个投球哦。将其啊、球速哈、哦、以及球质来做这个发挥啊。两好两坏。这球忍住没有触棒，99公里的速球，可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卑南国小在明年的这个学联的联赛，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尤其是在投手群啊。这也蛮值得其他学校的这个观察哈、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卑南国小哈、哦，这几位投手。跟队上的这几位升上来六年级的这些小朋友、哦、的表现哦，都蛮值得其他球队来做观察，因为开学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比赛，有交手的机会啊、哦。然后这时候换上代打，张元环，把今天打击表现最好的陈冠给换下场，那也是教练要让这个。板凳选手有机会哦，上场来体验一下比赛的感觉。连续两个好球了。挥棒落空，张元环找到了三振。这场比赛最终卑南国小20-1啊，以大比分的比差击败了新埔国小，拿下今年胜球杯的季军。那同时也是恭喜新埔国小是拿到第四名。其实两队都表现不错，但是今天新埔国小在整个守备方啊是出现比较多瑕疵。嗯，是。这场比赛其实可以观察得出哈，同样两队都是大部分都是5-6的小朋友哦。那从这个投手的这个深度哈，这个投手投球的这个表现啊，以及打击哦，打击的这个基本功、守备的基本功，都可以观察出其实啊，卑南国小哈都略胜这个新埔国小一筹啊。那这也是新埔国小今天这场比赛有很大的收获的地方。我相信回学校再继续练习。好，开学之后面对接下来的学生的比赛，都有一些好的表现，都可以有好的表现。好，我们恭喜卑南国小。那在待会呢，要为各位观众朋友转播今年的最后一场赛事——冠军战，龟山国小要对上丰田国小的比赛。我们不要走开，待会马上回来。